并听录。江湖路红客混用，我需要严以正，但正确不算高中名手，用是当途中人为低音，我愿亲手制成万里一回，为一句低音，我就领袖。江湖风雨几许许，人人应随第一段。红尘再续红尘路，不负此修誓不还。红尘第一的情，想随你的手升华。观石足流，观石清，古清行人共人文，寒江别听君子语，暮色人间照红灯。拿起用，全军破掉冲击敌阵，一肩顶顶必杀的入口大军。英雄出少林，我笑我今见过。一声令下，传入虎口，急急。可以苦尽一心持枪的短剑，绝不进退，气魄杀出重围，一心不进的冲击技术，不以牺牲以求短剑。短剑为未来救生之吧，我国必弃技术之人，危急时分，出杀的战场，敬闻谆谆铿锵气流。果然扫开顶顶威杀路，风雨只有一魂随机，雄武只有小小随机，我永远不灵，最忌伤，生我不顾之命，最忌死。哀家何情？寇国君，你无。空想想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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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兄命令，不敲红顶。今日是十点，以及中原英魂。恭喜！啊！元宝千分。去去去！小兵，小兵。小红顶你来了，可怕护士提醒我来此，请以众人会合再睡吧，断尽小小石红屋，矮矮杨秋。熊心音听着你心意，熊梦之处，我去了解今日进步，要靠个人几位大敌，所修必补，不敌人可有对策？有一卦的中。这是分散对方兵力威信。我不明白，又不在行红都降落苦境之前，死心红红，还是到底今日做到牺牲？我虽异地有家，但却对要靠个人了解民情，因此众人聚地铺路。却不敌有限空度，既我了解，也靠一座来以铺路为优势。天空度也是一座飞行之道，若是未来以靠近，我以暗处行动，恐怕中原牺牲未必的惊吓，即更加陷入难以反击之处。此言不差，前辈。此为无用火，无大碍之事，小了不小动机。我要为众师父报仇，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呀？你既是剑明之子，除了报仇，你别无大志了。就是你打算将剑明夺你便断足，我为用这是报仇心情。请前辈见谅。哎呀，气氛无什么对，我来了唔就时候吗？咦，正是时候。多一位，众人正在讨论反击之策。哈，那就对了。我正做北川府拜访之回。北川人，伊如何水？伊水。确实符合咱目前的需要。我以中原之计来说，最高计划便是攻破天空岛，
昨天我进洞，同样是被动知识，同样是等人来跑，我好。眼下生意涉入敌人的力量危险，可先控制乃是必要。不过必须重点记忆，一方面要早之前，一方面收集先控制资料，以便破肚之行动。多一位，我尚有疑问，也靠个人如何突破四曲极度后方断崖的方位，也靠个人电影之中有人使用意识之灵阻断风声，所以这急忙通知众人退避。是后方攻击，这不是代表也靠个人在温习四曲极度的通道地形，而且也靠个人之中并无通晓意识能力的人，所以我怀疑使用意识能力者是中原苦境的人。小小一份计策，也是此情所想，可能性真大。竟然完成，太过空。此情地无固定，相互侵占，必须尽早生出，以便造成更多的牺牲，所以咱必须相共齐下。除了猜测游击攻势下着叶克个人之力，另一方面暗中查出来策。对了，我来见故，奈无见到我的好友那英，伊怎样了？那英不知去路。完成的四曲极度，只见下令竟已减明众人失手，并不是那英，伊个减明众人动手一动。多一位，不仅失手，就拥有一双兄弟，不用担心伊了，伊比众人要较准命，我来分配工作吧。请吴刚说银河，我以天空道当路。任辉勇顶到上，我以西路；剑军埋伏南路，我朝红顶北路。苏秀英以短剑老手，就应冲逼技术，我就负责暗中调查反叛者身份。可以，众人保持冷静，不可妄动。小心为上。多一位前辈，我相信那英前辈一定平安无事。多谢你。永劫不了，再次外后，何不直接攻洞，死守密布？我这时间可以等了。我下国风，作现一双锐利的眼神，眺望叶寇国人的终极地天空岛。半石足流，半石青，一剑寒吟宫殿门，寒剑入听君子，我是人间笑红尘。任辉勇一个当王，三心之人小心入寇大军，来呀！就是那龙哥，我先开。喂，一
恁两个莫照看，本爷爷在这等你。哦，杀！原来，我用心仔细，因公主规矩，要透过人手人手出击，为了归还，但依然奈何不了金飞勇。游戏结束了，好。一火，哦，我他妈亲自上阵了！我的心火不过，请叫明子君，那又如何？啊啊啊啊！如局局都亲友，要令三位明主传授兵书天，以随你。原来是，当面令令令，来嘛！啊！宫廷之上，失平之际，金飞勇交行剑灵十三路剑客，交交之名门，谢谢，以在出名。启航就不告之礼，并将功力深厚，金飞勇将出八方。飞勇今日身体修真，一剑尽平生。好，经过回平，王子，小兄弟，幸福一步。将一个你性命，就在千金万之日，我今来世，万象作妖，万象清，已经翻阴宫殿门，翻江的将军子，无锡金丹笑红颜。当命令，好！红军一波中伏，对。不在对手，所以你几个的修为，将将其本放在敌手，我归敌手分手，就无损性命。此人到底是谁？这个人该就是四局局的机要。还有聪明机智之君。